花莲2022赏桐一期一会桐花树下音乐季启动记者会，今天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举行，而预告了8场次的活动，将会在四月间的每一个周末假期在花莲客文会馆来登场。县长许正卫是热情邀约国内的乡亲，到时候一起来花莲参加难得的桐花盛会。县长许正卫表示，客家事务处这一次别开生面，结合民间单位共同响应这一期一会桐花季音乐会，而花莲在这几年推动三轴三星多亮点，从提升农民收入的休闲农业开始，包括农村体验旅行、客家小旅行到部落旅行都在规划内。这个人我们社会经济这个圈，还有我们的人文漫活圈，以及我们的这个生态农业廊道圈，这是三轴三线，而多亮点就是离山离海的亮点。然而我们为了这个对于我们农业能够这个农民的生活经济能够这个生活所得能够提升，所以对于一级生产、二级加工、三级我们的休闲农业的整个产业里面，其实在国土计划的规划里面我们就开始做进行，所以从以前的区域计划到都市计划再到我们现在的国土计划，在去年我们已经全来奠定了整个花莲未来的方向和基础，而大花莲都市计划圈也从我们的花莲市扩展到吉安还有新城，所以在我们地方的基础建设里面，其实就在整个都市计划以及我们整个国土计划这个整个花莲县境来发展。然而无论是农村体验旅行或是客家农村体验小旅行以及部落旅行，这都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国土计划的上位计划里面，所以在这里我真的要谢谢，因为其实在客家的小旅行或客家事务处所做的都是我们在整个大架构下面的一些小亮点，而这些小亮点更是我们生活产生出文化。客委会委员叶仁基感谢客家事务处用心规划，将客家文化传承下去。他并指出，一期一会的说法是从日本茶道流传过来，表示每一次的接待都是最用心，也希望参与的民众也能一起体会。一期一会，一期一会，俩是日本诶茶道里边个一种用语啦，这个用语来讲，每一次的茶道每一次的那个接待，都是一个用最有用心、用最心、最有诚意的那个招待，所以叫做一期够一期诶，这个是日本里的那个怎么讲？他们茶道要很庄重的那一个仪式，在接奉这个茶的跟客人接触的时候，那有没有感觉说特别的健康，了解这一次的活动来感觉真的是处长的用心跟你感觉说。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祖表示，花东纵谷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更有浓浓客家乡情的客庄，尤其一年四季拥有不同的景致风情，春天是纵谷白色油桐花盛开季节，也非常欢迎全国乡亲邀请家人三五好友同游客庄，在桐花树下逍遥游。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